在魔兽山脉深处，有一种可以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的宝物。多少修炼之人不惜以身犯险深入山脉，但都是有去无回，白白搭上性命。不过人们依然对他如此执着。紫灵经，我拿出点真本事是不行了。危险的地方，怎么可能安心采药？啊，萧炎呐，炼药术你可不能落下呀！魔兽山脉内部药材丰富，免得我每次都要动手给你炼制丹药。回答我的问题，这里随便什么东西都能一巴掌拍死我，你是不是耍我？外面那些魔兽不够有挑战性，我们跑深一点对你有好处。就像这只三阶土属性的炎猿。我靠！老师，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怎么，怕了？你不是连斗师都敢打吗？再用你的焰分尸浪尺啊！用啊！好吧，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上次只是想试试地阶斗技的威力。哼，你使出那东西也叫地阶斗技？别丢人了。级别的强者呀，怎么感到很震撼？
以前的那些战斗，只不过是过家家而已。我早就说过，斗气大陆很大，而且比斗皇更强的人也并不少。等你日后踏入那个级别，自然会发现，这个世界很精彩。虽然对他们战斗所造成的威势感到很震撼，不过我并不会好高骛远，路始终是要自己踏踏实实的走。 今日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想借狮王的紫灵晶一用。紫灵晶，<笑>我紫晶一使王20年才能从身体上退下一小块，岂是你说要就要的？我可以用你所需要的东西与你交换。交换？我。 正好本王最近处于化形阶段，只要你给我弄了一枚化形丹，便给你紫灵晶，如何？这就是那传说中的紫星意识吗？到了这一等级的魔兽，早已经开了灵智，而智慧，并不会比人类低。正好有这个机会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强者之间的战斗。 比起你那些东西，我倒是对你比较感兴趣。难道？臭小子想什么呢？紫晶翼狮王蚕食高阶人类是可以让自己快速提升等级的，那家伙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让这个女人回去了。我知道你也是斗皇强者，不过真要斗起来，你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魔兽山脉还是问题。 这便不需要狮王多虑了。好恐怖的阵势！ 老师，那紫色火焰我能不能把它炼化成火种？你还真是敢想！老师，你不是得保护我吗？怎么出来了？这种火焰生于魔兽体内，根本比不上异火，而且更是难以驯服。能够有资格生存在山脉内部的魔兽，基本都在3阶之上，以初具灵智，级别低的。 会非常自觉地夹着尾巴缩到战圈的最外围。那三头是堪比人类斗王级别的五阶凶兽，他们非常清楚，谁选择帮忙，便是对着魔兽山脉东部王者尊严的侮辱。仅仅只是魔兽山脉东部，这种恐怖的阵容，就几乎能够轻易地毁灭掉一个军团了。 只要狮王可将紫灵石交换于我，日后绝不再来烦扰。 原来是封印术，那女人要吃大亏了。
金风玉。把那个人类女人给我搜出来！老师，太刺激了！那女人最后一招太强了，若不是那紫荆翼狮王躲得及时，恐怕连她的脑袋都会被洞穿。狮王除了紫灵晶，其另外一样东西更为稀有。是什么？狮王每当在产出小兽的同时，都会有极小的几率产生出一种宝物——半生紫晶圆。半生紫晶圆。回头我们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能否找到这东西。救了他的话，恐怕会惹上此处的魔兽，可如果不救，恐怕……老师，老师，算你好运。醒了，那你自己来吧。我可是见识过这女人的强横，她忽然发个飙，我一巴掌拍死，那不得冤死？该死的家伙，竟然中了她的封印术！喂，还是你帮我上药吧。我来？帮你可以。不过事先说好啊，事后你最好别给我搞什么看了你身色要挖眼赔命的白痴事情。哼，我还没那么迂腐，只要你能管好自己的手和嘴。好坚固的内甲，若不是有这东西护身，恐怕紫荆翼狮王的那招攻击就能直接撕裂他的上半身。那个伤痕在内甲的下面，想要止血敷药似乎……解开吧，麻烦了。哦，伤口处理好了，剩下的内伤便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谢谢了。
的消息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么好的进阶药材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让他跑掉呢？有那个女人在身边，始终是个麻烦。难道你打算一直这样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你最好趁她虚弱的这段时间把她给黑了吧。这样还可以多一个斗皇强者的贴身保镖，日后你在这加玛帝国也就能横着走了。老不正经的，那等她恢复之后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。你好些了没？经过这两天的调养，外伤倒没什么大碍，不过身上的封印术确实至少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解开。这段时间就躲在这里吧，他们应该找不到这儿。你胆子真不小，斗者的实力就敢闯入魔兽山脉内部。没办法呀，被人追杀进来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明知。我叫萧炎，世道险恶，不要透露真实身份。吃吧。你封印解除之后，还打算去找紫晶医术？我需要得到紫灵晶。冒这么大风险值得吗？就为了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？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原因。不过我有更重要的用途。我与他的实力相差并不远，只是没料到他竟然掌握了封印术。下次再战，我的风之极陨沙不见得会输给他。那招的确很强，没事，我可以帮你。为什么？朋友嘛。朋友？嗯。撒了掩盖气味的药粉，魔兽不可能跟踪到此。不要和我说你今天出去过。我今天出去洗了下澡。你留在这里别乱动，我出去引开那头魔兽。你的实力，还是我去吧。给我待在这里别动，你出去只会引来更多的魔兽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小小年纪凶起人来却是这般不留情，既然这么爱逞强，那你便自己去好了。别出去了，再来捅我时候我就这得过好。
你诚心把我枪死是吧？没事的吧？没啥大事，还好来的只是两头低阶魔兽，若是三阶的话，恐怕我就真的回不来了。抱歉，我也没想到会惹出这些事来。哎，算了，也怪我事先没和你说清楚。现在你是病人，这次就换我来照顾你吧。你会烤鱼？还从没有人吃过我烤的鱼呢，你这小家伙竟然敢瞧不起我。调料似乎是这个吧。这就是你烤的鱼吗？这可是我第一次做的食物，就算不好吃你也得吃完啊，不然等我恢复。大姐，我可是病人，你还这般毒害我。不是百毒不侵，百毒不侵。那个药员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你刚才在这上面撒的东西给我看看。这调料有问题。哎，当时我就不应该把它捡回来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无意间配置的春药。春药？小小年纪的不学好，真不知道你那无良的老师究竟在教你什么。该死的老东西！我不能留在这儿了，我要出去。喂，外面。你冷静一点，有些魔兽对人类女人同样是有兴趣的，比如那河源。一片月落入掌心，渺渺万里何处去，知己却离别时的你，看年少一起穿身过一如天际，愿我如那时的风，老子的初没有了，拂去尘世宿命，轻拥着你。
今天的事我们都当作没有发生吧，不然传出去对你没什么好处。春梦了无痕啊。你的封印还没解开。可逃，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错嘛，趁紫荆翼狮王去追云芝，咱们去他的洞里盗半生紫荆元，了结师父一大心愿。不过说实话，你真正想干的是不是盗取紫灵晶给那姑娘提升力量？我没看错的话，你们不是已经闹崩了吗？哎，不懂，真是不懂你们这些小年轻的。那招就是紫灵晶，这难道是半生紫晶元？当年我闯了八个紫晶翼狮王的洞府，可都未找到。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找到了这个东西。这半生紫晶元所蕴含的能量极为可观，四阶小兽将它吞噬，就能直接进阶为五阶魔兽。我靠，这么好！这小兽才三阶而已。而且紫灵晶一定就在里面。紫烟果，嘿，小子，竟然知道火属性的魔兽喜欢这东西。错的，凭你配置的毒药能毒翻他？谁说这是毒药了？这是我配置的强力泻药，管他免疫力多强了。这要怎么拿走？的确，靠蛮力弄不开这东西，想要打开它，紫灵晶，
快快，用玉瓶收紧，这就是紫晶圆。我靠，不能这样直接吃，你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东西。浪费是可耻的。哦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小紫晶翼狮王与那半生紫晶圆同时出生，所以他能够感应到紫晶圆的一切状态。这招，老师别闹，那可是三阶中的顶级魔兽，我可不想找虐。非常需要紫灵晶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磨蹭。这可是我第一次做的食物，就算不好吃，你也得吃完。